嫩的白菜苔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出摊了啊。现在就是小小的散散的白菜，红菜苔3块，白菜苔5块钱一把，白萝卜1块，红萝卜1.5块，雪兰5块，这还有点茼蒿菜是5块，白菜2块，5块钱吧，5块，往炸的比较大，比较划算，这种。我明天那个。3块。撇兰今天又卖了几个，一出摊有回购率了。之前有个顾客吃了的，他觉得还不错，然后今天过来又买了，还剩3个。有肉看的吧？白菜花5块钱吧。谢谢姐，你棒，炸的有点实在。都有点好。哇！新年好。他想要小一点的，不想太大的。喂。你慢慢选。这个太小的。高级，好了高级，小个你提出来，哦、我自己拿去做。大个你打成一把。跟狗一样大的。哎呀，漂亮没有？啊。4、5、6。5、6、7。姑娘。谁办呢？八八，我买了40块钱，慢慢炸。我们这个顾客买了8把，现在要把它重新扎一下，大的跟大的在一起，小的跟小的在一起，因为他要带去长沙去送人的，搞得漂亮一点。我们之前自己扎的时候，大的小的都有一起。有些客人他喜欢有大的有小的，想丰富一些。我们每一把扎的都比较大，一把都有1斤多一点。好多人都不认识白菜苔跟油菜苔有什么区别的，市面上有人卖那个油菜苔，他们都以为也是白菜苔，因为油菜苔会便宜一点，而且长得也不太一样，什么颜色和形状都不太一样。白菜花5块钱吧，红菜苔3块。萝卜1块，萝卜1块。好，没任务。你加个5角，我也去给你过路。哦。才5块钱一把。5块钱2把。啊，很多作业。厉害！你没别跟我来，我有了好多啥。哎，萝卜啊，这把好大。啊，这小的摘出来他自己吃的，这是小的。那么小的，那么小的。这真是没有啊！我们的老顾客经常来我们这儿买菜的。他特别有趣，讲话很幽默的。白菜花5块。我就好想那个萝卜，是的，那两个萝卜，这是。这两个都是俺爸爸买的，白菜2块钱一斤。啊，萝卜没皮。那效果不好就扩大，我不能添的啥子萝卜啊？没的啊，没的。那我再试一下。15块嘛，我那也是11块。对。哇，这几天天气有点好些，一点也不苦。5块钱吧，白菜花。哎呦，我有好些藕的白菜，我让白菜切的比较多。嗯。5块钱，我就喜欢吃现在这种散散的白菜，又青又散的。
放对面，放对面更好叫噻。放快放，放快五。三块五就是。那什么，那我这今天就。啊！那我这不能给我倒了吗？我看见一百，一百，一百。你呢？你怎么了？没怎么办？我的妈！我们的红菜苔、白菜苔卖的还剩一点了，三块钱。三块钱。昨天是及时把的白菜苔、萝卜，虽然很便宜，相对来说买的人还是少。白菜多少钱一把？五块钱一把。红菜苔三块。尾巴了都。尾巴不影响切，它口感是一样的。嗯。嗯，三块萝卜。老爸又在吃麦汤果儿。完炸得很实在。炸得大，小的就炸得多些，大的就炸得少些。支起来了，支起来了。刚才压在下面看不见，现在给它弄上来了。人不多。就剩点白菜了，白萝卜卖完了啊。最后一颗萝卜，最后一颗白菜。收摊了，准备回家了啊！老爸喝点热水，搞烧烤的都出来了。晚上夜市最后一颗白菜卖完了，也是一个萝卜也没的。吃完了就回家了啊！那两个撇了，留着自己吃了。回来啦！今天好干净啊，一点都不剩了。反正每次到最后剩了一点不是特别漂亮就会便宜处理的。那两个撇来明天我们吃。哎呀，鞋包呀。摸摸钱，我是摸摸钱。你那个车皮的光什么亏亏钱。嗯，我目前不多，你给你办几张这里的一个名片呗。